就是。去，这年纪轻轻的有什么事儿？对呀，需要这么想的。这个女孩你认识吗？没听你说过呀。龙大也在，问问他。又是一个李龙的。儿子，你是想起什么来了吧？警察跟我们说你被人打掉进水里，你现在想起是谁打你的吗？被人打？是啊。你的意思是池宇是被人袭击了之后才落水的？哎呀，我上辈子也不知道做了什么孽，让我乖儿子遭了这么大的罪。妈知道你病了，咱不急，慢慢恢复。我和你爸爸只图你好好的，只要你好，啥事儿没有，就是病好不了都行啊。